饿了。组长，我马上就起来给你做。再说一遍。饿了。听到你说话了，上次灵力突然消失，我还以为再也回不来了，吓死我了都。幸好现在回来了，老班，爱死你了。不过为什么灵力又突然回来了呢？难道跟沈周有关？早安啊，小沈总。走。我现在就去给班准备早饭。顺便也给我做一份。开动吧。等一下。这也是班的，这个才是你的。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能吃。那麻烦一会儿支付一下加班费了。相信沈总这么财大气粗，应该不会是霸王餐吧？距离找出答案只有10个小时，你还是先考虑一下这件事吧。